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长老发育》。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义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译白话佛经的书证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乡寺主持莲合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无用，而且经验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来讲即个禅林部分，190多集。即即个问题来讲，真惨毋是合啊，修持是去，讲修行爱真心参去，脚踏实地啊，去修学，勤修，知尽过去如明贪爱的款习气，习气就是歹的习惯气质啊。佛门来讲，内安是好生活，学道人啊，当以我为己啊，居善知识，觉得己，思头精进，不进啊，即是生死根本。精进深处，需求其尽是所以。如人尚在家，求什么家中事不办？为身问，今世人虽将缘得一念顿悟之理，悠悠无始时期，未能顿心，是告知。情敌现业流失，即是修行，不是别有行文念机思想，为善果福啊，果能发出力，如也不然啊，咱讲落地些事啊。里面手脚忙乱，衣裤如落汤螃蟹啊！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内安道事和尚啊，安尼讲，讲修好福德的人吼，应当想要紧爱求明心见性，开悟为目的。
爱找迄个有是修是静的上帝性吼，哎，师长来甲你决定印证，甲你印证讲你安尼修了正确无偏差无，想要见这静欲啊，爱情欲念啊，这款执念吼。你讲石头，如果听讲人的爱情哦，常常男女爱情熬断丝连，放下挂袂动啊。讲这石头吼，这款无缘吼，失去啊。若无地震吼，就是会搁轮回生死啊。迄是生死的根源。这男女的情欲、情爱吼，这款执念吼，都爱必须甲追究，看安怎会当断尽啊、低尽、斩草除根。伊讲像一个主人，平常在家，就是讲像一个人有开门的人。主人平常在家，那何必担忧讲迄个家内代志办袂好呢？慢慢办啊，先主人袂走袂走。开悟进悟的人，就像主人拢定坐伫咱自信、自信佛的内底呢，无外走，讲观自在，时时观看家己自信有伫个，哎，主人就是在家。剩的代志，咩烦恼办袂了？梅山另有禅师，安尼讲讲，即卖的人啊，虽然拄着好姻缘，人甲你开始啊，一念顿悟会当修心啊，但是内心过去的习气吼，无缘习气，迄无始以来即无缘习气。情爱烦恼吼，迄也无办法，就一个断啊。所以这吼，也要搁修啦，开悟以后搁修，毋是悟就到到遮哈。我是知影路尔，迄路也是爱搁行。袂使。袂当安尼，即失去袂当，袂当顿时断尽吼，就必须爱教伊吼，安怎清除断尽即个无缘情爱失去，血液流转生死的方式，就是讲即种爱，就是希望的心息会流转生死，即爱教伊安怎断，啊无往后是会轮回生死。安尼就是咧修行，毋是讲一定另外爱去修啥物特别法门啊。大师伊会当有贵用，伊先讲龟山高夫，就是先灵游禅师啦。讲伊上高夫过来出世度众生，所以伊才讲这款话。你若唔吼，这情爱失去若要断吼，干啊小可开悟吼，等到眼光落地，就是眼光目睭合起来吼，人命相时啊，照常的卡往手软吼，唔知要安怎好。讲伊记者比如讲像迄个螃蟹吼，小江落迄个热汤内底吼，等遐那。打滚啊！咱人啊，无是心吼，到时拢袂平静，到临终底下吼，食歹死啊！又是挂心，又是迄个，袂当放下，袂当来一心不乱吼。所以就像个螃蟹底下吼，落热汤烧汤。所以这情爱情欲吼，
吃海饭啊，迄就是希望心烧的时期，啊，就是生死轮回的未当解脱的根本。四十二章经就安讲，三魂相关精要啊，心理意念啊，伫心量道可免苦。讲出家的三魂弟子啊，啊，定定观想这个男女的淫欲情爱吼，比迄个男婆男女搁较厉害。男女一个男的吼，等下背袂起来，惊袂叮当，所以爱时时专心念圣道念佛好，才袂去为男女情爱受苦。你上温的时阵讲，嗯。春蚕到死丝方尽啊，蜡炬生花泪始干啊。这两句就是咧形容咱咧诶情爱情欲，讲牙齿多牙断齿连挂袂断，食歹断啊。这情爱吼，食歹挂断，就像爱蚕啊丝吼，当下自己吐丝啊，就停止袂了，停到只要只蚕啊丝丝到断诶时日啦。啊，着有迄情爱，当遐上悲伤流目屎吼，着像迄垃圾咧流咧滴目屎相共，永远滴袂了。滴到迄个垃圾已经成灰啊，烧到底变灰糊啊，迄个目屎都流了。迄比如情爱，永远流袂了，甲死为止啊。你念经安讲，你爱我心嘛，我你利息。以是因缘啊，经百千劫相在第八啊。众生为啥物伫世间轮回的解脱呢？就是这男女的情爱拔掉的。那查甫看到查甫就爱查甫的心啊，啊查甫看到查甫的美色，就爱贪爱伊的美色啊。啊，你爱我，我爱你吼。爱甲老伊啦，人英语讲爱老伊啦，啊，讲是爱甲老伊，当然好啊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，所以伫生死轮回中经过几千劫，啊，未当解脱生死，啊，伫遐地狱，就是这个男女情爱地狱，所以你下骨一定要挂断男女的情爱贪欲。出了经啊，讲法修不净不净根啊。虽发于佛心啊，发来不净本啊，烁烁佛心苦。讲这男女情爱真歹断根啊，就像咧斩树啊，迄丛歹树啊，要甲乌合死啊。你甲斩顶面未死啊，迄根无治。所以虽然哦，根无治啊，甲斩尾啊，又搁发起来。这男女情爱。要挂断吃人啊！拄啊讲牙断齿连啊哈，所以真爱吼，若无彻底断绝吼，一摆搁产生真爱苦恼。如果安讲，一如自作情啊，凡自伤其心啊，内情也如是啊。爱是相众生，这个人对迄男女情啊，就想家己做一笔钱，啊是下去结果无，到尾啊，迄笔钱家己做下来下去，尾啊下着家己个心啊，就叫做讲这来钱，自己心来钱啊，就想这安尼啊，家己做家己下啦，遐就是爱情个钱啊。使你当面伤心痛苦啊！往角经来讲，一切众生啊，从无始者，由种种因来贪欲啊，故有轮回。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吼，就是当面因来挂袂断，男女因欲情欲挂袂断，所以带当面轮回袂煞。妙果大会上来讲。众生色有如来藏啊，分合，以类各随缘啊，
去迄座遐未本性，各有无边处众生。众生一切众生拢有佛性，拢有世间含如来清净心、如来藏。啊，既然有性，那毋成佛，啊，搁拢做六道众生，以因果殊胜，有诶出世做人，有诶出世做众生，形体拢无共。这就是因为众生心内起迄作业，起烦恼，起爱情情爱，起做恶业，啊，迷失了本性，啊，咱诶真心是性迷失掉，所以才有会产生这无量无边无共款诶众生。不但是甲经来讲，多有为苦啊，生死疲劳，将贪欲起，逍遥无为，身心自在。众生吼。因为心内有贪欲、爱欲，所以才会受这苦，才会去生死轮回，轮回到未煞，当也很疲劳。这拢因为贪欲、爱欲所产生。一个人若消欲低降吼，无情爱，身心自在解脱，无挂碍。咱三大师在讲：念定容易，出定难，不断定而终是寒。精神攀岩空气难，不行道过也多人。一个人要去念地南美的清欲，去天庭五欲真容易啊！啊，要出庭要跳出真爱，五欲是真难啊！啊，迄道爱真有勇气。啊，若修行未当断迄真欲贪爱呢，白费功夫无用。精神攀岩空气难。心情、心性哦，拢向外攀岩，攀岩男女五欲啊，空虚啦，修行白费功夫，自然袂当心得果，徒然无功。以《楞严经》来讲，一切色诸性是起的，起装色以意色，见色转意，我去诸佛说明涅槃。这是诸法性空境界，这无通无啥通好了解。那对微色种无啥了解，袂太歹了解。就是讲，咱色有八色，咱呢必色心意，啊，第七意根，啊，再来第八乌来一色，这自性的是起吼，就是装色，就是乌来一色啊。啊，意就是意根第七色、末那色，啊，第六个做意色，即吼，内底迄个执见啦、习气吼，若袂当转变，转就是甲灭掉。你若当转，转色生智，安尼吼，我含迄过去的诸位佛拢讲，即就是正地涅槃，啊，就是诸法性空境界，迄就是真空实相啊。金刚三昧经上讲，诸佛如来啊，相依一家，以转诸色入阿摩罗。为色种咧讲阿摩罗色，就是清净色。乌来耶搁入未？乌来耶妄色啊，断灭就成为阿摩罗色啊。讲诸佛如来哦，因为一念觉悟吼，啊转色心地，所以就阿摩罗色，华严经啊讲，诸佛菩萨自见我时，转乌来耶色得本。得觉彼啊，哈，诸佛如来哈，就是转乌来耶色妄色哈，证得这个觉悟的性质，《楞严经》啊，讲我来一色啊，伊在于世间的何如是？我来一色伫世间吼，伫无始时期啊，就像薄流安尼，像迄个薄薄流袂煞，受着境界风吼，就搁起动念，安尼起妄色，永远无断出。《楞严经》啊，讲过去未来无所结中啊，下生受身一切实体。该现在先，过去吼，咱这个
下心是心的，是讲伫遮死下了，搁再出生换一个心啊。过去未来吼，无数加当日行当日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一切是其拢现出来。伊无啥解经常讲，生闻缘觉，虽断烦恼啊，不断失去啊，自来连贯一切烦恼失去，因缘故灭为佛。迄、那个阿罗汉缘觉干断一般烦恼断五执的感断法执，佛的感断迄无明失去，根本无明不断大感成佛啊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下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附近足深，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。我将已经翻译132本，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各间大学、各间公司，拢加加练。嗯，到即马全世界大约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订写过六家套。伊即马写啊，一个技术带六家套800几本。讲要将我的附近放离，伊设一个国际网站，放予全世界收会到。咱遮若有正事，伊就拢已经上无咧卖啊，搁去做几难，搁是几啊高字，搁用伫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之事，然后继续不断咧招收一挂人将理想，是要出家培养理想来当为佛教方法理想。我伫电视所讲，遮已经出版电视讲啊，即教本啊，讲有闹事哦，塞卡电话来本事。咱遮头一间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担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知府金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来。嘿，各地来参拜拢得到一大灵感。对我本人来讲，我予人陷害冤枉八担啊，嘿，啊囡仔。但遐说袂清啊！囝仔看无济，就搁上诉；看无济，就搁上诉。但遐治袂煞。我每日跪等咱300担观世菩萨，头前苦苦求观世菩萨加大化解。有一人忘记咱观世菩萨哦，来我头壳底下去干落水。无偌久呢，就好消息传来，就是伫即个今年100年9月2日吼，最高法院。将伊上诉甲驳回，成为三审定谳啊，无罪决定啊，司法替我清白，还是出来的正义，这就是咱本师观世菩萨显灵救度的一个实际。啊，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啊，感谢咱各位吼，八年来对我的关心与爱护。希望大家继续加支持，会当予我这个防害无死的参与生命吼，啊，当为佛教做一点仔代志啊，尽绵薄之力啊，这就是要靠大家扶持。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中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超风机数十年来推动一年白话经济90多本，精上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术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为博为空空四四八五八四，户名新超公司，电话0736312291，6318391。
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2022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举办僧侣善巧助人系列线上课程，课程期间3月7日至6月27日，每周一晚上7点至8点半，报名对象限佛教僧众，每堂限60名，费用由学会供养，报名日期即日起至每堂课前一周额满为止。报名方式：网络报名 www.absle.org/TRAINING。课程内容详见官网，洽询电话02-2747-8687，02-2747-8687。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。身着身服，调伏自心，成就佛心。佛在涅槃经中说，居家破宅犹如牢狱，一切烦恼因之而生。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取得一个宁静修行的机会，桃园佛教联社2022第六届短期出家，日期111年6月6日星期一至6月12日星期日，礼请上明下海大和尚为德界和尚，上义下音大和尚为结魔和尚，上悟下禅大和尚为教授和尚。报名资格具正净正现之三宝弟子，愿意发心学习僧团生活，身心健全者，报名须知提供食宿讲义僧服。传戒地点桃园佛教联社，报名资料经审核后统一寄发报到通知单，请勿重复报名。报名方式，请以郑凯书写报名表后寄送或传真至桃园佛教联社报名。报名表内请确实书写联络电话、联络时间，避免无法联络，延误报名作业。邮件报名 email tybl.tybl@gmail.com。报名表请至宝称弘法电视台桃园佛教联社台北龙吟寺网站下载，电话03-339-7021-3，传真03-339-7020，地址桃园市桃园区朝阳街12号。大智度论云：孔雀虽有色眼身，不如鸿雁能远飞；白衣虽有富贵力，不如出家功德胜。欢迎踊跃报名参加。因果七要义，菩提心的修习次第，先具有两种观念：一、做平等想；二、成悦意相。一次第：一知母，二念恩，三念报恩，四慈心，五悲心，六增上益乐，七菩提心。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心成佛，以度生大恨作为成佛资粮，把自己的悲心怨行和众生的痛苦打成片，发心学菩萨行，求成佛果。这种大信愿的坚固成就，便是菩提心的成就。真正的敌人是以自我中心的自私态度、自私的恶魔，真正的恩人是一切众生所有的母亲。明仔是六在日，
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。阿弥陀佛。关爱众生。